随着高科技的发展，现代人对于墨汁的使用独占少数，传统的手工制墨产业已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巨轮，而三重却有着一位老师傅仍努力不懈着维持着传统产业，甚至将产品提升到了收藏的境界。隐藏在三重巷弄间的大有制墨厂是全台湾仅存的手工制墨厂，被誉为国宝级的制墨大师陈嘉德先生更将传统融入新潮，制作的原料包含了德国的松烟、法国的麝香以及美国的牛皮胶，可说具有国际品质，也让文房四宝的价值提升至收藏的境界。